Over the last 15 years, we found that one-stop beauty is a preference of consumers. Senzo was established in year 2009. Nowadays, we are changing to digitalization of technology beauty culture. We provide customization, personalization services, and consultation for every client. We research and develop to create products for universe, which is the new form of luxuries. We do personalization through technology, providing never-end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y to innovate. We believe that as we integrate into the team, we work smart to maximize personal value. We achieve our excellence through teamwork. Reverse your age look. Experience the difference with us.酷看网络电视盒，让看电视变得更简单。酷看 ，Get better。Get either. Hello, Vimen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星期四晚上9点又来到了 Live Show with Annie 这一个特约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谁呢？今天我们的嘉宾就是大马华裔女企业家总会会长 Dadin Sri Jessie Wong。简称就是这个大马的华裔女性企业家总会呢，它简称英文是MCWEA， 就是 Malaysian Chinese Women Entrepreneur Associations。 So Dadin Jessie Wong 是我们的总会长，所以他今天是来到我们的现场的。在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多一点的资讯之前呢，就请大家把这一个现在看到的视频都转发出去。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现场观众有谁呢？现在我们有的这个现场观众，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推荐人，就是Evelyn 老师，国际著名形象导这个个人形象导师。哎，另外呢还有这个大名鼎鼎的 Lenny 姐，还有 Flora， 还有 Madam Kim， 还欢迎你们四位今天晚上抽空来到现场给我们支持。好，那现在我们也请 Dadin Sri Jessie Wong 上镜来。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OK，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线上有谁在线上，我们跟他打一个招呼。Chloe 呢是我们的忠实粉丝，同时也是我们 Vimen TV 指定的造型设计师他是造型的化妆跟发型，你看我的发型就知道了。就有 Senzo Studio 所赞助的，他这个朋友超棒的，如果你们是在巴生可以去跟他聊聊天一下哈。OK， 然后还有还有阿基今天人也在现场。OK， 还有 CZ Bibu 是谁呢？不管你是谁，我 OK 都跟你们打一个招呼。
OK， 继续留守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会给你带来更多有资、更多更精彩的资讯跟大家分享。OK， 说、老弟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很荣幸哦，今天可以邀请到你。是，感谢你们这么晚了、还在这边。啊，因为通常我们的观众都是很晚了才有空啊。有一句话讲，夜夜夜夜，是不是这样子呢？好，那今天最主要我们邀请到丁来到现场，我们是希望可以把这个 MCWEA 就是大马华裔女性企业家总会啊，分享这个平台的这一点点的使命啊、愿景啊，还有它的如何加入等等。其实马来西亚华裔女企业家总会是成立于2011年，2011年就成立了。当时候应该是11月。那么第一任的会长是关系苏珍夏，三杯集团的老板娘。副会长当时候也有关系西西利亚，关系西西利亚云顶的老板娘，还有就是达多 NU 余人生的老板。所以他们都是第一任，就是我们的这个华裔女企业家总会的创会，对，创会，还有就是当时的副会长。那么我其实是第二届的主席。会长。那你是如何知道有这个 association？ 当时是通过推荐。那么我其实在这个马来西亚华裔女企业家总会也是大概有5年的时间。当时加入这个协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秘书，我是从秘书开始被推荐进去。那么当时我是觉得，哎，身为一个女性，在这个市场上面，就是做生意，那么如果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学习，或者是可以认识到更多朋友，我觉得，哎，这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想到，就是哎，如果做生意也很忙，那么有没有时间可以照顾商会呢？当时候有第一个这样的一个顾虑。那么如果我当时候我觉得就是说，哎，就是有一点担心自己会不会胜任这个职位，我就觉得哎，给自己踏出去一步啦，去学习一下，所以我就选择了，就是要去为这个协会去付出。我呢是今年出席 Evelyn 老师的这一个新书发布会，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社会原来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女性企业家只要是创业的都可以加入这个大家庭，让他们在创业的路途上觉得不孤单，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棒。那是从2011年创立到现在。明年也将会是我们第10年的10 years anniversary，就不知不觉这样子，一下子就很快过了，这样我也就5年。那你一开始你是当秘书，过后到现在今年，我是在2017年就荣升、被推任为会长，总会长。那么这一个商会最主要的它的使命是什么？其实马来西亚华裔女企业家的总会，其实是要建立一个平台，让就是女企在这个平台上面有机会的互相交流，互相的学习。那么当然在当中有很多我见过无数的很出色的女性，那么她们来可能也就是一个她们是非常的有领导力，然后很多东西我也在她们身上学习。那么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有一个大环境，就是你可以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你本身这样忙呢，我看你的身份也很多，很多公司的董事，你的生意也遍布东南亚各地，甚至在海外都有。那你如何这个协会跟这个商会跟你的本身的事业兼顾？其实现在我基本上觉得商会也像我的生命中的其中一个融入了，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很像它就是一个独立另外的一个个体。那么从我的日常生活中就是哎，把生意跟我这个人脉慢慢经过这样子慢慢建立起来。就通过这个商会让所有的企业家女性，尤其是女性企业家，都在这个平台里面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圈。对，一个经济体系这样子。对，就大家可以分享他家的生意啊，
或者是商业理念啊，那可以一拍即合，就可能整个生意就做得越来越大。在我们的这个女企业家总会里面有经营不同的生意，从美容工业还有就是科技还有种种不一样的律师，我们也有我们的就是 panel 在我们的这个律师协会里面也有很出色的就是律师团队在给我们不同的，就是一直在给我们不一样的咨询。那么也有就是从生产就是看了各行各业啦。那这个商会收不收男士？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男士们，你们没有机会。但是我们举办的活动都是有欢迎，就是各界的企业。我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的活动。OK， 双耀，双耀 ，Hello， 双耀是我们的基友。OK。从美容到这个法律到生产业，所有的几乎各行各业的女性精英都在这个平台里。对。那么经过这一次就是这三年里面，其实我也不断的就是说可以让就是姐妹们有些什么样可以扩展你们的事业。所以在从中我其实也认识了就是很多个不同国家的女性。那么我们在去年2018年，也就是在深圳，跟深圳的一班姐妹就是签署了一个一带一路的，就是大家可以保持生意上的一个联系。不管他们今天从中国过来的朋友，就我们也招待他们，从招待里面我们也跟他们对接很多企业上面的就是学习，还有就是生意上面的对接。那么我也在他们身上就是学习了很多不同在科技上面的一种创新，在我们这边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没有看到的。就我们去到深圳来讲，他们也是招待我们。那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其实这一种热情是我觉得在女企里面如果可以看到这一种热情，我觉得是一种很好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就是很像当你是姐妹一样。就我就觉得在这三年里面的这个活动之中，我真的是学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所以这几年来我们的会员有超过多少位人数？现在已经是过百人了，就是百人的企业。因为每位其实他的就是入会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说你必须持有公司，就是必须是公司的法人。持有公司就是 business owner、就是、business owner 就是法人的意思，或者是股东可以吗？对，股东也可以，股东也可以，或者是公司的这个 director 对也可以，只要公司注册上有他的名字对就可以。那么因为申请加入会员他必须要填一个表格，因为表格需要附上公司注册的，是不是？对。这是我了解的啦，可能我了解一点点而已。那就是要做这么多方面的审核对才可以加入，所以条件还还蛮严格一下的。对，但是我们没有去有些什么就是生意上面的那种营业额，我们没有受影响，营业额没有影响。对，只是说你必须持有公司，你必须是一个公司的创业者。就不看公司的业绩啊？对，暂时还没有这个。那什么行业还没有的呢？什么行业还没有啊？几乎都有吧，都有了。我觉得女性多数我看到的现在都是美容界的很多，健康业。教育。那么我们现在在槟城也有就是慢慢要开发我们的就是槟城的女企就是分会。那边的女性我们也看到很多都是以工业，工业上面的那些创业者。工业工业就是制造业。制造业在槟城有很多，就是女性在制造业方面，可能她可以是在会计或者是在那个科技类的。现在的女性还蛮强的，真的是渗透了各行各业。所以当一个女性刚刚出来创业的时候，她
他应该要加入一个商会，我是这样认为啦。我就觉得加入商会起码有一群跟你理念一样都是在创业的人在一起，那么这个产生的效应是无可限量的。对，就像比方说现在简单我们去问一下，哎，你有些什么我们是不知道的，可能我在会里面这样问一下，大概就有人说，哎，我有这样的资源，我有这样的资源，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可靠的一个他们一路来走过来的经验，我觉得这个经验可以缩短很多我们人生中就是遇到的一些难题，就缩短了我们人生，我们讲的转板，就是可以避免很多这种冤枉路。那么从每一位女企业家的身上，就是你可以通过他们的经验可以拿到很多很好的资源，这个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具备的一个也是美丽想要推行的这样的文化。对，对。OK， 那么除了审核公司之外，还有什么条件吗？要加入？其实会员费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100块，就是马币100块。其他就没有什么了。一年吗？一年。每一年年费100块而已。就可以加入一个商会的大家庭。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嘞。所以线上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哪一位是女性，同时也是自己公司的创办人或者是股东之一，我们也欢迎你们快点报名加入 MacV。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想加入，你想要知道更加多的资料，等一下我们会放 MacV 的网站还有联系方式让你去了解多一点的。对于达丁来说想问的就是这个商会呢多久才会办一次活动这样子？其实我们是在推广，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一个会员日。每一个月都有会员日。那会员日的人数大概在于40-50个人左右。那我们每次的会员日都会办一些主题是关于企业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曾经办过上市公司，如果你想把你公司上市，那么最基本的一些条件，或者是一些知识，我们都从中有学习到。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就是有做一些企业参访到政府部门，比如说我们去过贸工部。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人他们要做那些进出口贸易的，就是通过政府我们也拿到很多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有办过就是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就是呈现他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他们在做的一些生意。那么就让我们的会员更加的互相的了解。当然我们也有参访过媒体。像我们也参访过新洲日报。就是去了解一些真正的一些大企他们的一些运作系统。是值得学习的一个平台。那么除此之外每一个月有一个会员日，过后每一年呢在今年我们最大型的年度活动也就是下一个星期，对，在11月12号，还有11月13号，我们将会举办，就是12号是晚宴，12号是晚宴，也是一个奖项，晚宴，我们将会表扬就是在女企方面非常出色的一些，就是奖项，那么这一次的奖项也是通过评审团去评选的，就是被推荐，然后被选出来。那个奖项包含了多少个领域呢？我们有不同的领域，包括像在媒体，科技，也有一些是中小型企业 SME， 然后也有一些是像有一些女性她在就是科技或者是她在研究方面非常的出色，还有一些是税务上面的，也非常的出色。那么这一些我们在通过评审也是有表扬一些这一类的，就是女性。就我们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让杰出的女性是受到社会的一个认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也可以鼓励
我们的就是在商界里面的一些女性。嗯，当然就是经过了这三年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我觉得我们会里面也是有很多就是为这个协会里面付出的女企。那么其实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女企里面，我觉得难度是什么，因为每个企业家都是很忙，那你要凑在一起，虽然他们也是老板，但是如果要在同一个时间大家都要集中做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在女企里面最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就是非常的用心，就是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把自己的资源就是推荐出来。那么我们在这一次的晚宴，我们也表扬一个就是非常出色的一个女企，除了她自己兼顾她自己的事业，也在商会中做出了贡献，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我们值得去表扬的。那这个11月12号就是这个晚宴加上表扬活动，那么第13号呢？13号是商业研讨会。那么这一次我们也让就是刚才我说的杰出的女性，让她们分享她们在她的领域上面就是她的经验，还有怎样可以让她的经验帮助到我们的企业。那么这个商业活动研讨会是欢迎就是各界的商界里面就是出席。那么我们也有一个环节，因为这一次我们邀请的是亚洲，我们的主题叫做亚洲女企交流会。那么这次的代表有来自新加坡、印尼、澳门、中国、这几个国家。那么他们都是在他的国家是非常杰出的，然后也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他们有多部分就是那种商业的就是他们也是商会的会长。那么他们也是有带领他们的团队过来，还有一个是澳门。那我们就说，这一次，因为在过往就是说我们每一办的活动都比较属于本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路我们做的就是在本地。那么我也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一次，一个亚洲的活动，让大家都有一个联系，就从一个研讨会，从一个晚宴，大家可以更加就是更了解各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商业资讯、商业趋势啊、商业知识等等。那如果你想进军就是国外市场的，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些朋友就是更加了解。那么我们可能白话说一点，就是 business matching 也是 possible happen on the conference。对，我们有其中一个环节是13号的下午2点。在这一个活动里面，我们将会有一个生意对接的一个环节。那么主要也是由我们的女企里面分为各小组、各自的领域代表，然后再跟他们洽谈。在这个商业活动上面看各国上面有些什么可以对接的一些项目。挺好的。那么这个11月12号跟13号，有线上的观众有没有哪一位是真的很想参加的呢？如果你们想参加的话，在下面给我发一朵花吧。那么让我们知道你是真的想参加吗？刚刚听到达丁讲了参加这个活动有那么多的意义。当然我们也是呼吁，就是说希望更多的女性可以加入我们的协会。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如果我们一个人要去走一条路，当然一个团队一起去做的那个力量，会产生的那个力量，我相信是非常大的。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我们大家都可以凝聚一起，我相信可以创造更好的一个这样我可以加入吗？可以，当然是可以。OK， 不要怀疑，我是绝对可以加入的哈。OK，Hello，、okay. 所以有没有人想要加入的？有没有或者有没有人想要去参加那一个活动的？都可以给我们知道。好，那么其实我对11月12号跟13号的活动是蛮感兴趣的，因为可以跟外国的女性成功的企业家学到他们在他们的国家，他们能够被从他们的国家被邀请到马来西亚，我相信他们的这一个战绩也是不错的嘛。对，应该是被在国家已经
已经玩到没有地方可以玩了，所以一定要出国玩了。可以这样子讲吗？佼佼者都是他们行业这个行业的领头羊。嗯，我是觉得很感恩，就是因为我们在办这个活动，我们讲回的还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为什么？因为其实时间上面，是你看他们如果是在做这种生意上面非常成功，他们都是非常忙的。那我们也是很感恩，就是说，哎，他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愿意抽空出席，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恩，就是说，对，因为这个是很难得。有时候我们说，哎，办一个活动，就算要叫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会也很难。那如果这一次我们就是花了就是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人力，还有就是我们的商会里面各位姐妹的一个付出，我觉得这个是精神可嘉。还有就是我觉得也非常的感恩，就是每一位在这个活动或者是这一路来一次支持我们的朋友啊姐妹啊，就我通常会成为我们的商会的都叫姐妹，都叫姐妹。好，那么我想问一下 MacV 有没有一个目标人数，希望在今年内 MacV 的会员在马来西亚，我讲马来西亚而已，那在马来西亚的会员会有多少个呢？首先就是说，其实现在陆续也有其他州的代表在问我们，他们可以不可以在那个州属开分会？我也是其他州的。这样讲，我们还没有啊，这样你也可以代表。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很欢迎，就是说这些女企都可以我们讲主动。因为当你主动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就是你就是一个领导者。那么我们讲的，如果你在一个这个商会里面，我们说一个人能够承诺去做多少，因为在商会里面我们其实做了很多东西，基本上我们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也有好的反应，有一些可能也有不好的反应，但是在从中我们其实一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那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女企里面就是说，我们就希望看到更多的就是新脸孔，也是很肯在这个商界里面，就是商会里面，就是大家一起互动的。就是在其他州属，其实我们也希望就是看到更多女性企业。就哪怕是说可能你刚刚出来创业，但是我觉得态度其实决定了很多事情。就基本上如果就算我没有经验，我的态度很好，我也是可以在这个舆情里面就是从中不断的一直去提升自己。对，我忘掉了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商业注册一定要是有限公司吗？不用 sole prop 也可以。sole prop 也可以是吗？就是你是在生意里面，你是创业或者是生意的企业，都欢迎。在商业里面只要他有注册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寇姨你要不要 join？ 尤燕你要不要加入？我的朋友孙耀你要加入吗？欢迎我在跟他开玩笑，他是男的。那么这个12号跟13号呢，我们 Women TV 也会现场直播。第一天晚上我们会直播那个晚宴，第二天我们会直播那个论坛啊，还有招商活动。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在线上看直播，不过线上看直播不够线下精彩，趁现在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加入吗？还有机会买票吗？参与那个晚宴。那既然还有机会的话，你们想要参与的话也可以在这边给我们留言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放出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你可以 PM 我们或者是联系那一个手机号码。那么这一个整个这个会议当中呢，就分两天嘛，两天里面会有什么更加多的我们没有提到的活动呢？OK， 我们在现场呢，12号晚上其实
那些亚洲或者是本地的企业他们都会到现场。嗯，那么我们从中也就是一些你会看到一些女企的一些表演活动。嗯，那么我们本身也就是比较提倡就是一些文化交流。嗯，当然我们当晚也是穿着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cultural costume， 就是本地的，就是风采。马来西亚本地的传统服装。对，因为马来西亚，我觉得我们就是代表马来西亚女性嘛，那我们也是说想，哎，就给我们就是其他国家的，给让他们知道，哎，我们其实也是代表我们国家，嗯，就是我们非常光荣，就是说，哎，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民族服装，然后我们可以做文化，我们当晚的服装，可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对，嗯，那么现场也是我们会播放一些就其中有一个艺人，他会到现场。这个艺人我觉得他也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就他就是表扬母爱。那么在现场我们会播放他用心制作的一个那个母爱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哎，除了就做生意，可能家庭的温暖呢都是需要去兼顾的啊。那个艺人是谁呢？那个艺人到时候就要在现场。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艺人。马来西亚的艺人，这样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呢？猜一下。刚才大丁有提起到母爱，所以肯定他是男的还是女的？就要到现场看。是，你就要到现场去看。那么刚才还有提到，就是说杰出的女性，当然这一些女性就是一出现，你们一定肯定会知道的品牌，他们的品牌是谁。那这一个名单我们也是还没有公布，也是要到现场才知道。所以现在当晚他们也是会就是去他们会说出他们的得奖感言啊，他们的经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是提前去跟他们做一点采访。女性创业的路途，我觉得可以说很有一些人一帆风顺，也有一些人是中板的。所以达弟，你对这一些比如说刚刚创业的女性，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我觉得就是其实不用担心，就是说创业的路程里面我们会遇到什么难题。就好像当初我决定要进入这个商会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很担心，不懂会不会做好，就有那种先怕。就很像创业，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哎，不懂会担心会跌倒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就是在过程里面不断的学习，怎样去感恩，去让，其实生命中我们觉得就一直会出现很多的贵人的。只是我们如何去付出，对我们身边的朋友，觉得就会慢慢的。你会吸引到你身边的一些跟你一起走过来的一些频率一样的人，频率一样的人。嗯那么我觉得频率就算有时候不一样，可能他也会被你的气息而感染到。这个我觉得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哎，精神可嘉。什么东西精神可嘉？就是说哎，我们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付出里面可能我们不一定及时拿到回报，甚至我们在这个路程里面可能我们基本上就是付出时间也未必有什么。但是其实在从中我觉得你的贵人就会从旁边慢慢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人生是很有希望。是的，人生很有希望，不要轻言放弃。创业首先要开始创办。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商会里面，就是说其实我们讲人生除了做生意，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一样健康。所以我也看到就是说哎，在我们的女企业当中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病，但是我也看到就是说在他们这个虽然他们得了病，就是我们其实也可以互相的鼓励。就是说哎，除了我健康上面有问题，那你不可能自己自暴自弃嘛。那如果你今天抱着一个很正面的心态，旁边的朋友一直在给你正能量，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说的我们讲的可能从中我有不好的负能量，但是如果朋友的身边的朋友有一种环境慢慢的去影响你，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会慢慢慢慢就是会更加的正面，肯定，因为有一大半人在鼓励跟支持是不一样的那个效果是也还好过一个人可能他就遇到问题过不懂得怎么解决就越来越消极啊，或者是不见人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商会基本上它的使命就是要协助女性发展，是这样子吗？对。那首先这个最近他们做了的这个商会做了的一些business matching 有没有什么好的故事或者是案例可以跟观众分享的？就是说在对接企业上面我觉得有很多无形中成交的一些商业，就我姐妹里面就是说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就是不断的提升自己各方面的，因为有眼睛有很多的会员我已经有很多从中的有一些我甚至可能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也从中在一朋友圈里面他们有一些生意就是成交的这个是肯定是有一次在增加的，我讲的就是比例。OK。那么这两天的活动呢就会坐落在11月12号跟13号，地点是在Sunway Lagoon Hotel。Sunway Hotel Resort Hotel 在哪里呢？15楼。15楼。晚宴是15楼。那么13号的这个论坛和也在同一座楼里面，也是在同一个，对，但是它是那个 Business Forum 区。不一样的区域。那如果你是已经订票了呢，我们会把资料发给你的。好，那么好，如果你们身边有更加多的企业女性企业家朋友，我们也欢迎你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加多人可以看到这个链接过后做出一个行动，就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了解这个大马女性大马华裔女性企业家商会，然后才决定你们要不要加入这一个大家庭。另外我也是想补充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是说华裔女性但是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办一些活动，就是跟马来人，那马来人里面也是有非常优秀的女企，那我们也经常就跟他们做一些活动啊交流啊，甚至赋予一些就是印度人啊就我们大家都有一些活动啊也是可以跟他们接触的，可以跟他们接触、就是、对我们有就是 KLSCWO 也还有或者是那个 NCW National Council Women Organization So Mary 其实也是其中一个属会，那么里面就有很多马来人的生意。这是我们在过去有一直在跟他们连接的。所以虽然这个商会只是鼓励大马的华裔女性参加，除此之外我们也的活动也会跟这些友族啊不同肤色的同胞啊都会有一个连接的，是不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好了，那你预计2020年要收到多少个会员？2020年其实我们的商会是3年一个term、那我们预计是说如果这一下一个 term 可以突破500，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数目。500而已吗？我多一个零给你可以吗？但是其实我们讲那个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深圳的女企，他们的会里面就有超过600个企业，所以我现在基本上问他我只是要找一样东西，比如说我要找其中一个供应商，我只要问一下他们，他们就很快给到我很多不一样的供应链。所以刚才我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们的生意其实是产生一个生态圈就是一个 life cycle 那这个生态圈就是说你今天在各行各业里面其实你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人的如果你不会税务的问题马上会有税务师你不会法律上的问题基本上你问一下也有法律的那种专业的支持。原来是这样。Hello, Anhi. Hello, Anhi 是我们的这个上几期的嘉宾，她是驾超级摩托车的超级女生，她的摩托车很大辆哦。OK. So Anhi, 你要不要加入一下这个大马华裔女企业家总这个商会？对啊。欢迎你加入。MacV
OK， 那么达丁，除了这些，你对刚刚创业的女性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创业的女性，坚持自己的理念，直到成功为止。哈，就这么短而已吗？没有更长一点吗？还有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的鼓励。多一点参与就是商业活动啊，多一点增加自己的商业圈子，就是如果你要想在企业上面这条路，坚持就是向往成功之路，必须要下很多的我们讲的表面上看不到的功夫，功夫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讲的，我们不是因为只是做生意而做生意，今天我们的为人处事、做人做事这一点，我们是否很全面的可以去照顾到，我觉得这个是在企业的路上是需要去兼顾的一些东西，当然在事业上面成功了过后还有很多家里人就不可以忽略，就是除了创业你家人还有你身边支持你的朋友，就是多一点时间去陪他们，多一点时间去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个也是人生，不只是说我为了做生意而做生意，不过出来创业的女性都不简单，要家庭兼顾，还同时扮演好多个角色，又是女儿又是太太又是可能又是姐姐，可能又是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角色。那达丁，你本身就你如何从家庭跟事业兼顾？就是我虽然生活中也是忙碌，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时间空闲的，就会打个电话给妈妈，然后去多一点跟她讲话，那天我上一个电台，我也就是说，哎，你去看一下我的电台，那我妈妈从中也给了我很多的就是意见，那就是说平时我们可能忙之中可能你家人也是可以就是偶尔去问一下他，其实他也很多的意见，所以我觉得不要就是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虽然我妈妈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从中他也是有很多的意见的哦，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他的立场他的意见其实我们都应该值得去听，多一点去听，听吸取人家的经验。妈妈几岁哦？妈妈50多，达丁你很年轻一下的，我不好意思问达丁几岁。看起来年轻，其实我也不年轻。看起来年轻就好，最重要是看起来年轻。心态年轻最重要，因为心态年轻是永远不会老的，这个是女性应该要坚持的一个理念。加油，我也要越来越年轻。然后我们现场的观众有什么东西想问的吗？这一次我们也是有表扬，就是亚洲的女企对亚洲，他们刚才我说的，他们是兼顾生意也兼顾他的商会的，那么他们也是在他的商会里面是如果可以带领一群女性，其实是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好不容易。那我们觉得他们也是精神可嘉。亚洲整个亚洲的这个商会有在还没多数是在他国内，所以他们会跟 MacMe 有什么样的连接就这一次其实我们也是说通过这个协会，可能我们接下来在2020年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计划，比如说在明年的2月我们打算带我们的女企去北京一趟那么其实在2017年那段时间其实我们也去了中国好几趟，包括我们其中一个活动是去阿里巴巴，就是杭州的总部，那么在那边我们也学习了就是在企业界里面的就是可以说最强的企业，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学到就是说它里面的一些理念，为什么除了它的企业墙之外，它的企业文化也是已经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定好了，所以他们的东西都是非常的有计划那么我们在明年我们说我们要去北京那么去北京也是因为有一些姐妹还有一些商会的邀请，包括政府在那边也是有一些那个我说招待女性那么他们也是欢迎我们过去在那边就是就是接待我们然后从中我们也是可以有一些商业的参访的这样那么我们也是会有接下来一连串的活动比如说在十二月我们也打算做一个白色圣诞节，白色圣诞节叫 White Christmas 哦那我们其实我们讲的一直是商业活动，但我们在重要的庆典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欢庆节日。为什么是白色呢？白色比较纯洁，纯洁因为我们想到圣诞节就会想到什么颜色？绿色、红色。你们想到什么颜色？想到圣诞节就会想到什么颜色？White Christmas， 今年我们的主题叫White Christmas， 所以我们今年是White Christmas。其实以前你想到红色是因为你被 Coca-Cola 骗了很多年。哎呀 ，Coca-Cola， Coca-Cola create Santa Claus 这个 mascot。因为在办完这一次的白色圣诞节之后，将会是我们下一个年，就是 next term 的重选的一个阵容。那我们也在过去的三年里面看到大家姐妹们的付出，这一次也是会进行提名竞选方式，提名竞选。就是当然如果想加入的，他也想说竞选去 committee， 我们也欢迎。就是我们也欢迎就是新的一些面孔。我会不会是我刚加入，我要做杂工开始？没有这个意思，做打杂的。对 ，OK， 所以加入其实不错的啦。好了，等下我就填封。对 ，OK， 好。OK， 我看一下有什么留言，那听众我们看一下。Lenicha also Lenicha 是在现场的观众 ，Hello， 耶，哎呦，所以这个 award 是叫 ASEAN Women Entrepreneur Award， 短称叫 AWEA， W E A， A W E A E A， AWE， 其实在2017年我们也曾经主办过。一场政经文教的颁奖礼，当时候也是各界的那种精英，就是杰出的女性，有拿到一些奖项啊。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活动可能我们可以持续的一直坚持的办下去。因为其实这个活动，我们从中也认识到更加出色的女性。我们希望就是说，更加。我们可以跟很优秀的人学习。要成功，我相信一定要跟更厉害的人学习。是，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 Dadin Sri J.C. Wong 来到我们现场，就因为我们要跟他学习。首先，我要跟你们学习。不要这样子讲，我们互相学习，所以要学习就要加入 Mac V。OK。那下面这里呢，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的，下面现在你看到的就是这个购票的详情，咨询热线0113350538 ，OK， 所以你可以联系打电话，你不喜欢打电话你就 WhatsApp 咯，你不喜欢 WhatsApp 呢，你就去search 他的 Facebook 咯 ，Facebook Messenger， 然后你两样都不喜欢你就 email 咯，不过通常成功的人哈，他都会很主动的，我相信。call 不到就 email 不到就 messenger， 不然就 call 到爆为止，总之就是要加入 MacV。 那天我们也看到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电台访问，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他联系不到他也马上就是 email 啊什么，就证明我们这样子经过一些电台，我们也看到一些很热忱的一些女性是就很活跃的想出席，是所以觉得 MacV 接下来要多一点的曝光，因为其实
我知道有这一个商会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震撼一下的，因为我不知道有这个商会，因为我在吉隆坡创业这么久，其实我一直想要找一个商会来真正用心去加入的，因为我在吉打州呢，我是这个华堂什么妇女什么什么那种工会的啊，工会跟商会不同，哎。工会呢你可以50岁过后你才可以才去玩呢okay, 不过商会呢是很适合我，坦白讲商会是很适合我，所以呢我一直在找一个商会，那么有一些商会就不是很适合啦，可能就我是讲环境的磁场啦，并不是每个人的不适合啦，所以选了这么多我还是觉得 MacV 是挺适合我的。然后那一天我们好像有报名，然后我们还少了就是要交上一些资料，是的，所以我本身就会加入的啦，你要不要来OK， 其实我们也是想，就是我更加想看到的一个成长，就是我想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各州都有就是真正能够参与上，各州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committee 这样子啦，OK，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第一付出很多的时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人力资源必须要增加因为很多会里面的章程啊，里面的什么条件啊，可能都必须要有一些规则，我们可以透过更多新媒体的方式去感召一些希望可以一起办会在不同地区的朋友，这样比较容易，不用走到这么远都可以在线上了解，大家真的是很想要一起合作，好，我们再来去做咯哈。还有就是这一次我们在活动里面也做出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尝试，就是将我们的活动刚才提到的就是 broadcast， 那么通过 broadcast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用新就是市场的一个新媒体的方式，新媒体方式，去让更加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对，以往其实我们都没有去做这一类，除了就是报章上啊，或者是曾经也做过一些电台啊，就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官方的网站，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通过新 new marketing channel， 可以 reach 到更加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因为有一个好的平台还是需要大量的不断的推广，就是让各界的人更加知道。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电视台跟 MacV 也是蛮配的，因为我也是搞女性，全球女性，很符合，是不是？但是有一个要求我不要穿旗袍，可以吗？我们没有一定要求。没有吗？我看到照片，全部都是我要交锋的时候，我的手在抖，我不穿裙的怎么办？其实旗袍也有酷的，有啊，真的有啊，有的没？真的啊，是啊，可以特别做给你们，真的是有，而且是很 modern 的款式。但是我们的商会里面，我们不只有一套衣服，我们的会员有很多不一样的制服。哎呦，不一样，但还制服啊？刚才我们有提到，下一个白色圣诞节将会用白色的制服。制服白领衬衫，白领衬衫，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个主题，证明我现在有一点肢体语言，我开始紧张了OK， 好，我们期待我们 Women TV 呢跟这个 MacV 可以有一个更深的连接，也更为这个社会呢产生更加多正面的效应，所以我们应该有机会了哈，我们要加入 Women 你加入 Women TV， 我们就加入 MacV， 我们一起把东西搞大起来哈，把这个 MacV Women TV 也可以成为就是我们的一个合作，耶，可以，没问题，你看那个旗袍将我将穿，不要试图改变我 OK， 其实人生中尝试自己不敢尝试的事情往好的正面方式，我又紧张了，还是可以OK， 很开心可以跟拉丁聊天哦，so, 我们的节目也是差不多聊，所以拉丁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吗？就是感谢你们今天收看这个节目，
才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个电视这个电台，那么大家都有可以就是互相鼓励，互相学习，那么就是也感谢你们今天百忙中抽空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不会不会不会，我们应该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二跟星期四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很开心Datin Sri 你肯上我们这个节目，所以我们觉得从你的分享当中我们学到更加多的东西，也给到观众们更加多正面的鼓励和这个支持，也让他们知道其实创业的路途上你并不孤单，因为我们有 MacV。 也就是希望呼吁观众们在12号还有13号可以踊跃的出席，出席这活动，你这大马华裔你企业家总商会所举办的这一个颁奖典礼啊，就这两天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活动，和从很多国外远道而来的成功女性企业家都会跟你有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让你们可以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平台。OK， 所以大家继续记得收看 Women TV。OK， 那么还不要走啊，我们有彩蛋，噔噔OK， 然后说我们为了表达我们对 Datin Sri 杰西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就特别颁发这一个感谢状给 Datin。 OK， 所以拜拜，记得收看 Women TV， 拜拜，有时间。